该死的一天，终于结束了，死得这样轰轰烈烈，可这一点都不像我呢。喂，少年，快回答我，爱神巧克力是你吃了吗？ 我叫江浩一，今年19岁，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大一新生。我的大学生活很简单，什么社团活动，什么奖学金，这些都和我没关系。我就喜欢现在这样平平淡淡的生活，没有人会注意到我，平凡而又自由。能这样过一辈子，也不错。 同学们，请把你们的课本拿出来。嗯，是校花夏子彤啊，她怎么来我们教室了？你看那颜值、那身材，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人呐！啊，不会吧？这妹子是来找我的？等等，那害羞的表情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。 江浩一同学，喂，有了你的宝宝。咦，不是吧？靠，上好的白菜被猪拱了，曝光他！江浩一，严重违纪！太可恶了！竟敢这么对我们女神！这是我们的宝宝，3个月了。 你能感觉到吗？你不要说的跟真的一样，拜托你谁啊？我们根本不认识好吗？江浩一，你残害了我们的女神还想赖账吗？你是不是活腻了？是不是活腻了吧你？各位大侠，请听我解释。浩一，不需要解释，我和孩子都相信你。靠，有理说不清啊。 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找个地方说清楚。嗯？哦？嗯？啊？
混蛋！啊切！谁在骂我？快到那边找找！江浩一，你个混蛋！一定要给我找出来！我总算躲过去了，他们应该暂时找不到了。刚才我们的宝宝对我说，他腿短，跑不了那么快，你要体谅人家嘛。拜托，不要再胡说了好吗？我的姑奶奶。全校现在我们的江浩同学，江浩同学，请速到教务处，请速到教务处。这下麻烦大了，我们分头走，你去对面教学楼顶等我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哎，这姑奶奶在这儿呢，站住！你跑都跑得那么帅。站住！快抓住他！抓住他！真不行，好吧。哎呀，终于打扫完了。江浩一，你个混蛋，束手就擒吧！就是，站住！好可恶！滚开！好可恶！我本不愿出手，是你逼我的。几位女侠，你们这是要？江浩一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唐轩同学，我们不熟啊。你说什么？你好坏，你知道人家的心好痛吗？你这个负心犯！跟人家同学的时候都叫我小轩轩的，现在就跟我装不熟。社长，你怎么都没跟我们说过？居然敢让我们社长伤心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？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不用你们插手，都给我让开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得老实跟我交代，你跟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？否则……我靠，大姐，这是闹哪样？我们真不熟啊！哎呀，出来了！今天是中邪了，我怎么会？浩一，你这又什么情况？浩一，跟我回家吧，小红和小明都很想你。哎，等等，哎，小红，小明又是什么鬼啊？啊！好你个江浩一，只顾在外面偷吃，把自己的两个儿女都忘了。你这个负心汉，怎么对得起我们母子三人？喂，林渊，我们家浩一只能我来收拾，你给我闪一边去！谁是你家的？浩一从地球诞生之日起，就是属于我的。你说什么？这也忒凶险了，还是赶紧闪！属于我的，你不要再缠着他了。江浩一跑了！你来了，浩一，浩一！啊，这女人是江浩一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。混蛋，认账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他们三个我一个都不熟悉。你们要是再逼我，我就从这里跳下去，证明我的清白。浩一，认账！你哄谁呢？浩一，快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骗子！
这该死的一天终于结束了，死得这样轰轰烈烈，可真一点都不像我呢。吓得屁滚尿流呢！大家快快快快快！你到底去了家里怎么了？爱神巧克力，该不会是昨天在天台上？哎，竟然把蛋糕放在天台上，真浪费！爱神巧克力会让使用者产生爱的记忆，如果你和别的女人一起吃了它，那你就会成为他们记忆中的恋人。这么说他们会一直缠着我。叮当，靠，不是吧。